怎么，跟踪我呀？是领导安排的，让我们看着你。看着我干嘛？看着你别跟那个女的单独在一起。刚才不算单独，里面还有别人。好，你们俩向后转，齐步走。听见没有？快点。没听见？我正找你呢。刚才李秘书来电话，铁部长要你马上过去，把人也带上。带什么人？你找到人呢？车来了吗？已经出来了，我现在就去大门口等着，你赶紧把人带过来。好。啊。解放前去的美国，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回国了，后来在哈军大工作，这是找到他最好的线索。好，那马上派人到哈军大去。我想哈军大应该会提供这方面的情况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说话啊 ！Stop！ 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要带你去我们单位。去你们单位干嘛？我们首长要见你。你们首长见我干嘛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你要是不说清楚，我是不会去的。我正式通知你，你已经被我们录用了。Are you kidding? No， 不是玩笑，是真的。我们需要你。你们需要我，可是我不需要你们。你们包括你吗？包括我。你不需要我们，干嘛来应试？孙书记不给你机会，你还对他有很大的意见。正是因为他不给我机会，所以我才要来应试。他凭什么不给我机会？他不给你机会是他的不对，但你既然来应试了，我就有权利选择你。那要看我愿意不愿意。你是什么单位都不告诉我，我怎么可能愿意？保密单位。保密单位，我就更不愿意了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保密单位，没有人身自由，什么都不能说，什么都不能讲，没有意思。可你曾经干过。
我恳求你。我不会同意的。那我更不会同意。放手。有人跟我拉钩，说他把题破了，就让我录用他，而且还一百年不许念。这才一下午，你的胳膊还疼吗？对不起，我要对他进行严格的全身检查。为什么对我检查呀？问你自己啊。我怎么了？人家哪位女同志打扮得像你这样，跟电影里的国民党女特务一样，不检查你我检查谁啊？本来我就不想来，你不让我进我偏进。哎，你干嘛？把钱放下。部长，这个是张，你是不是张倩？张倩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胡海波。你好，铁部长，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张倩。此时的黄依依对我来说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我坚信她绝不会在沉默中死去，而是一定会在沉默中爆发。这么说今天下午亏得没走，要不然你还真不要了。你不知道那边单位打电话来了，把我们安副处长告了，说他中了美人计，拜倒在人家十六群底下。你不信啊？刚才我一看我也傻眼了，要不是你在，我真把他当垃圾给扔了。这就叫缘分，这就说明他该是你要用的人。是是是，缘分缘分。你呢，给我介绍了张倩，哎，这安副处长神出鬼没的，还真把张倩给弄来了，这缘分。哎，我看他好像还有点抵触情绪，这个可能跟他过去的兰登公司那段不愉快的经历有关系，他对咱们部门呢，可能还有些不好的看法。刚才已经做了工作了，但效果不好。我说一句，他顶一句。看来他个性啊，真是挺强的。有才的人嘛，个性总是强。所谓恃才傲物嘛。铁部长，我给你提个建议。说，你找他谈话，别做了思想工作，跟他谈大道理，这个对他没什么意思。我该跟他说什么呢？先发制人呢。来，必须得来。这个。是个先决的条件啊，那来的基础什么都可以谈。他说的这些条件我满足不了怎么办呢？哎呀，铁部长，他的事儿你还有什么办不了的？再说了，这是一种策略，你在心理上应该压倒他，你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决心，也让他知道你的权利啊。行，我给他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然后先礼而后兵。好，这样谢谢你。没有，不客气，我走了。也不真的谢谢你。没，好嘞。啊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叫安在天？我讨厌杨小刚这个名字。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叫张倩。我困了，我要走了。
呢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这种人不适合待在你们那儿。小芳同志，你自己跟我说过，你是周总理亲自点名回来的爱国知识分子。你死心吧。问题是，我不会死心。你会死心的，安副院长，你会察言观色。我用我最真诚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不想去，你何必老让我去呢？我代表的不是个人，是国家。是国家机器，对不对？我要是不愿意，你们还强迫我？你为什么不愿意呢？如果大家都不愿意，我们国家的安全，人民的生命，谁来保护？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不是所有人都不愿意。就比方说你和我，你愿意，我不愿意。个人意愿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。这只能证明你的觉悟比我高。这是每一个公民必须的觉悟。国家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，爱国就像爱家，爱自己的亲人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下去了。我不是不爱这个国家，每个人爱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我离开蓝灯公司从美国回来，就是因为我爱这个祖国。好，既然你说你爱这个国家，我想国家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总不会拒绝吧？况且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就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，现在国家需要你用这种方式来爱的。这种方式适合你，不适合我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跟你们领导谈。我就是领导。我们不要再争下去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就像一对公鸡和母鸡。行，说说吧，你有什么条件？什么什么条件啊？去七零幺的条件。我没说我要去七零幺啊。这个问题没什么可谈，你必须去，去不去都得去。凭什么你说我要去我就得去啊？如果你要不去的话，你只有一种选择可以不去。什么选择？郑重地向我声明，你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，而且你给我立下字据，只要你立下了，我马上派人把你送出境外。你让我写我就写啊。好，这就说明你还是愿意当一个中国人。我给你15分钟的时间，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给我提出来。你家庭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你解决，你的单位有些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，你个人有些什么要求需要我们满足，现在就可以提。我不去你们单位。王毅同志，你再说不去七零幺，那我就要告辞了。而且你还必须去七零幺。为什么你一定要我去呢？因为需要。可是我这种人不适合待在你们单位，你不了解我。我们了解你，正因为我们了解你，我们才给了你这么大的尊重，
我希望你珍惜我们对你的这种尊重。王一同志，你还有10分钟的时间，10分钟之内再不回答我，我就要带着条件走了。我在等，701在等。可是我不想去，真的不想去。王一同志，我相信你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。你既然能够为美国情报局去破译密码，那么现在，当自己的祖国需要你帮助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拒绝祖国对你的要求？你回答我。说你同意了，啊，非常。你就谈你的条件吧，什么都可以谈，想到哪儿谈到哪儿，说吧。我有两个条件。两个？不多。第一个，只要我们破获了光伏一号的密码，马上放我走，不管是谁破获的。没问题，我答应。第二个，如果是我破获的，不管我走，我还要带走一个人。谁？就是我的隐私啊。你让我怎么答应你？我连你带谁我都不知道。反正这个人要跟我走。那我问你啊，如果这个人他不愿意跟你走怎么办呢？那就是我的事儿了，与你无关。好，我答应，咱们就这么定了。赶快跟空军联系，看看明天有没有到701的飞机。是。那现在是你的人了。他同意了。不同意也得同意啊，而且现在我不想要他不行了。真是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呀。报告，明天上午9点半，空军有一架训练飞机要飞往那边。跟他们说了我们这有人要跟着去吗？都说好了。他们要求我们明天上午9点钟到达机场。9点？那这么说你们7点钟就得从戍研所出发了。这样恐怕不行，他什么都没准备呢。你们从现在起将近有9个小时准备时间，够了。可是我们现在回戍研所需要1个多小时啊。那你还有将近8个小时准备时间呢，而且这趟飞机1个星期只有2次，这一次要赶不上就得等好几天呢，你说能等吗？等不了。是啊。我先通知你，明天必须9点钟赶到机场。我什么东西都没收拾呢。从现在起到明天早上出发，你还有8个小时准备时间，够了。应该够了，对吗，安副院长？啊，对。黄一同志，现在车在外边等你们，赶快回去吧，准备。好，铁部长，嗯，再见。一路顺风。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快乐，像血液一样，从心脏流到心脏，流遍了全身。因为黄依依，她终于成了我的人。是谁？我们的数学家祖冲之。他是我们的数学之神。你不会像吗？
我这一辈子都没跪过神。那把你的愿望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这位神，他会帮助你实现的。我给他鞠个躬吧。你破译过密码，最大的体会是什么？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儿。比用沙子搓一根绳子还难。比用空气铸一把利剑还难。比用火点燃水还难。它需要你悟出世界上说，说，我刚才对我敬的神也是爱我的神说，我不是被一台国家机器带走的，是被一个男人带走的。这个男人就是你。铁部长上午有一个重要的会议，不能来送你吧？好，童部长，你们先上飞机。好。这个红绳是燃烧弹的引线，一旦遇到意外，马上拉它。信封里有铁箱的密码，藏好，还没有开封呢。丢了跟别人告诉你们。好，多保重。给你三次机会，猜猜看，这是什么？我猜不出来。猜吧。我猜不出来。你这从哪儿拿的？想不到吧？不告诉你。
你还是蛮帅的嘛，鼻梁挺挺拔，鼻翼收紧，是个值得信赖的人。嘴唇厚实，棱角分明，应该是沉得住气的。额头嘛，方正，印堂发亮，应该很有前途啊。哎，你有多高啊？1.81米。体重呢？70公斤。哦，是个标准的男子汉的身板。好了，飞机要起飞了，坐好。有件事情我没好意思跟你说，我有恐高症，我害怕你。说什么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我有恐高症，我害怕坐飞机。没关系，要死我们死在一块。来，把手给我。说什么？把手给我。是遇到气流了。刚开了会，啊，围绕着总部下发的天字一号行动的精神，我们专门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，组长呢就由这个安副院长来担任，啊，对对对，安副院长，啊，那个电台这个侦听的同志啊，我们也落实好了，我们抽调了15名业务水平一流的侦听员，啊，对对对。那个破译人员呢，现在有了几个人的候选，最后到底定谁就等安副院长回来以后由他来定。办公地点呢我安排在11号楼。行行行，您放心您放心。哎，老领导啊，你那房子是不是还空着呀？那我可用了啊，我准备让安副院长到那儿，我找人去收拾啊。行啊行啊，那就谢谢老首长，老首长多保重。嗯，那丁大姐好啊。我们还要走多远呢？快了，走出这片沙漠，到了县城换了汽车就可以到701了。我不想坐汽车，我想一辈子都待在沙漠里头。这怎么可能啊，这不是荒废人生吗？而且怎么为革命工作呢？再说了，待在沙漠里边哪来的食物和水，你怎么活下去啊？
你就是我的食物和水啊，有你在我就能活下去。安副院长，快别叫他叫了，这样太危险，容易暴露目标。没关系，他还没有接受保密教育呢。出发了吗？已经出发了，20个人，还带了2挺机关枪。这样啊，你找几个人把原来铁部长住的那房间收拾一下，我准备让安副院长去住。另外还有一个叫黄依依，是研究员，教授级别。啊，对。哎，处长楼还有没有房子？这我得问一下后勤。行，你问一下。啊，对了，另外你通知一下特别行动小组的全体人员，等安副院长一回来马上开一个动员大会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哎，快去吧。哎呀，这说来就来了，还一点准备都没。哎呀，措手不及了你。周围好像没什么变化吧？能有什么变化呀？除了沙漠就是荒原呀。但是701是一片绿洲，701的每一个人都是这片绿洲上的一棵树。嗯，哪有树啊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有了它，我们的千里之行就不是始于足下，而是始于别人的肩膀上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哎，天，这个可不能拉，这是箱子里燃烧弹的导火线，一拉，里面的资料就全完了。哟，那这设计可有问题，你看这么一个红绳子，谁看了不想去扯一扯？
这就是他设计上的匠心所在和独到之处。箱子一旦落到别人的手里，就像您刚才说的，一般人都会下意识的去拉他的绳子，一拉里面的燃烧弹就会燃烧，所有的东西都完蛋。原来是这样。来，大姐，你来开。哎呦，不，你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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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吧。行，那你开吧。大家把右手举起来，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，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，我接触到了我们国家最高层的机密，我接触到了我们国家最高层的机密，它比我的生命更重要，它比我的生命更重要，我将誓死保守这个机密，我将誓死保守这个机密，不论在何时何地，不论在何时何地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在任何人面前，在任何人面前，都不泄露一个字，都不泄露一个字，直到有一天解密为止，直到有一天解密为止，若有违反，若有违反，愿受党纪国法严惩，愿受党纪国法严惩。这是箱子里最机密的东西，是一份国民党三军连以上军官和地方警务部门科以上官员的花名册，这对我们密电分析员的工作有很大帮助，而密电分析对破译密码又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东西好吧，正是我们需要的。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军方提供的。我马上刻印出来，人手一册。千万别丢了。不会的，到时我要有规定，任何人不能带出十一号。好，这是打字机。这是一台托盘商用密码机，是列列瓦斯金斯，也就是研制光伏一号的那个人，20年前。怎么了？板着个脸，谁惹你了？你呀。我怎么了？你为什么骗我？我骗你什么了？
你不是说你不懂俄语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不懂俄语了？那我和林姐说俄语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装傻？你不仅懂，还非常懂。是你把我当成傻子了，怎么说我装傻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说出来？我说什么？我说，哎，两位女同志，你们别说了。你们说的俄语我是听得懂的，是听得见的。那样的话，我真成傻子了，至少是个白痴。Что там? Я только думаю. А что думаешь? Это интересно. Тебе противно? Почему? Ты счастлив? Нет. Ну пошли, посмотрим. Как же мы? 分析室、演算室是配合我们的几个部门。好，我跟你去，只要你去我就去。张先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以前你破译密码肯定都是自己算，你看我们专门配备了演算师，你只要提具体的想法，演算工作由他们来。现在人家都用计算机了，不用自己算了。计算机呢，有时候没有人算得快。他们都是些一级演算师，又快又慢。而且计算机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计算机有时候还会出很多毛病的。我都六七年没摸过算盘，要是在当年，我敢跟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比。那就好汉不提当年勇，要比现在就比。好啊，谁跟我比？蒋组长，你来。好。